好声音，好声音，就是要听听七月六号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在哪个现场呢？我们这个现场有吴颖慧，吴颖慧跟大家问声好。吴颖慧在干什么？来，林恩宇，吴颖慧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踢我？哪有乱踢的？来，小恩，今天礼拜六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去哪里？早上很无聊，对啊，我也知道。你们去好像都看不到什么，眼睛看不到，皮肤看不到，然后就回来了。下午跟晚上也是一样好。你才无聊，你每个礼拜都跟我说无聊。礼拜六就很无聊。没关系啊，写平凉就不无聊啊。人家都没出去玩。练小提琴也就不无聊啊。你怎么知道人家出去玩？谁都不知道好不好？哪有出去玩？有出去玩。的话，那明天就不要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礼拜天有出去玩，礼拜六我们当然就没有出去玩啦，是不是？怎么会无聊？都是两天。哼，你要，那问题是人家平常都不能出去啊，你平常都有出去啊。嗯。我又没有平常都。这小孩啊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来，我们听到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圣经的重点是什么？在耶利米书22:16。苦和穷乏人深渊，那时就得了福乐。认识我不在乎此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哎呀，好可怕！他为困苦和穷乏的人伸冤，那时就得了福乐。所以呢，耶和华呢会为我们伸冤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的福乐。哈，耶和华就是上帝的意思。OK， 好，那这个。那明天你会无聊吗？明天你会说好无聊吗？会吗？不会。不会。那你在以后在礼拜六再说无聊，你试试看好不好？我就让你非常有得聊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快跟大家说好不好？那我们跟大家说一声，拜拜不。